哎，你们看，这什么东西呢？哎，这是超级飞侠陀螺吧？你们看，超级飞侠激斗对战，咱们看一下这个，这是一个金小子超级飞侠，还有两个发射器。然后呢，哎，这里面，哎，这里面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看一下这一个，哎，这也没有啊。这里面咱们看一下，超级飞侠陀螺乐迪大战金小子，而且这怎么什么都没有呢？谁把它控制？哎，你们看，这还有一个，这什么东西呢？那先把它拆，拆一个看看吧。哎，这是一个盆嘛。然后这里面还有，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这个是超级飞侠吧？哎，不是，这是金小子，可是没有发射器啊。这应该还有两个发射器，还有超级飞侠呢。咱们得去找一找。咱们哎，那个你看，那是不是发射器？来上去看一下。哎，对呀、啊，这是一个发射器，还有超级飞侠的头，这是金小子。好了，咱们把这两个拿走吧。往这，哎，你们看，那还有个红色是什么？又有一个超级飞侠，咱们拿走吧。往这，哇，这还有三个发射器，咱把这三个发射器一起拿走吧。还有这一个超级飞侠，都放在这里。哎，先下去吧。放在这个位置，把这两个也放过来，咱们训练看看他们的对战吧。一千、两千、三千、四千、五千，然后现在用金小子，一千、两千、三千、四千、五千，好了，看看他的对战吧。然后先把这个拿走，一、二、三，搞错了，再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还是金小子厉害，大家喜欢金小子还是超级飞侠呢？